日本原装液晶面板，漂亮的大画面，手机的新型式样旋转，从日本送给您新手机的风格和乐趣，期盼已久的夏普手机 SH9010C 在中国登场了。运用液晶电视 ACOS 孕育的技术生产的日本原装液晶面板，3.2英寸宽画面，采用高保真背光灯，实现了自然美丽的影像。此外，用 Super Vivid 外加增强型图像处理引擎技术，实现了高对比度的清晰显示，还采用减少阳光散射的防反射面板，即使在户外也清晰易见，欣赏放大动画其乐无穷。用独自的旋转式样构造，操作灵活，照相机可以进行宽幅拍摄，另外只要简单慢慢的水平移动，便可进行全景拍摄。电子邮件、电脑网点还有游戏都能用横版画面欣赏。此外，只要显示屏旋转90度，就能启动多媒体菜单，照相机、音乐等可以通过灵活机动的操作来欣赏。除了能够转送图像到 ACOS 电视以外，还有可以显示电脑文件的文档查看器，搭载自动对焦的320万像素照相机，统一调节画面以及图标的主题，搭载蓝牙、Micro HD 等丰富多彩的功能。在日本享有盛誉的手机，终于在中国初次登场。日本原装液晶面板，赏心悦目的大画面，夏普手机 SH9010C 诞生。